Hello，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5期政治娱乐，希望大家喜欢。投稿要求详细看这一页吧，具体我就不多说啊。每个月有投稿积分奖励，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当然，最近的视频没有特别新颖的地方啊，跟以前的类型都类似啊，只不过给大家讲到一块儿看一看吧，愿意看的就看吧。好，那么今天素材的话，由一路有风，伯克利820绝版 H80771200，然后还有什么啊，都是数字啊，九区的133玩家，然后天命星冰乐神奇美月任德风格此地名将麦神和撩妹 PP 提供的素材，这里边十分的感谢啊。那我们先看第一局大象阵。那么第一局这边的话，主攻借曹操，我们是一个7号位忠臣，最后选择左慈。那么要有大象阵的人话，那之我们所这里至，开局就拿到了皆化为身巨象，祸兮。这样的话直接挂起啊。那么开局这里的话，看看场上的将面情况，貂蝉有的时候还是老版曹操克得很厉害，新版的借曹操的话，其实不能算完全克，但是造成伤害还是可以的。其他一些大嘴应该偏中一点啊，毕竟配合的嘛，打配合。好，那么开局的话，这样貂蝉、郭淮都相当于没有动。马超的话，这个位置开了一个五谷，感觉不太像啥好人，顶多算个内奸啊。我有嗯，一计，那么特来阚守泽这江边，湖。那么大嘴你这个完全啊不懂阚泽技能了。那么这边的话，直接嘿嘿，对吧？坑爹一波啊，坑爹一波。这里应该来说新手吧，新手啊，阚泽的技能大家不用我多说了，反正看一波，你给一波，反正手牌还是后知亮出的者牌，你自己选啊。无罪，那么黄盖的话，且九，虽把连哎，珠先而磕行，起来，然后再虽边想甩强其杀可后我卫啊，焉那这样的能话又成跳一者？反。目君前来莫看的话，应道，该来说啊，主攻方面应该来说还是我被压言了一道下啊，尽，被压了一助下。我而一且大嘴这个战。神中这边的话，直接开局有阚泽在，瞬子间被坑，兵之就战，大嘴啊，应该来说撸休一半养牌这生里，息。撸一半牌啊。那我们这里直接看南蛮野来雀，吧，暗这指鸿鸿鹄鹄之之志。志。那么这里一个南蛮炸出去，乐不思蜀开出，人那么之所猎象见，啊，巨象再挂皆起，主为攻这个祸肯定就兮。是奸雄和巨象的互相搭配完啊，而且主攻直接拿到黏弩，这样的话，啊，有可能一波推了啊，一波推，忠臣已经死了，所以的话也放心推下去呗，对吧？这个九杀，可惜了，手里杀不够多，貂蝉调戏一军个。垂帘，五英雄者，对吧？凶老来板肯定朝是被之，克，这边的话他还又能从救啊梁当王。天摸牌，那边哦郭娘娘是内奸啊，郭娘娘内奸决斗，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吃桃丈八一拍，但是这边没有舍得望用侧金翔，九杀有呀，看备来手无里还患。有一张什么牌啊，那么最后，哎呀这个神桃园坑爹了。整体反贼被拉起来，不过这样也好，曹老板这边发血起线三拉百起，我名们西南凉蛮就国可以兵旺开围呗，上去打对吧？死，你敢开速桃战园，速我们就敢决。开南蛮，就是这么简单 easy 啊。那么杀一死刀，生直接存刷化亡，身啊，刷化身。命之行也。那么可以换子兵个之战，休驱虎养啊，驱虎生没有息。问题。这样的话找，应野该来说雀，啊，但是俺手知牌也不够，鸿鹄之志。手牌点都不够大啊，不够大。最后还是没敢人去之驱所啊，没见，敢去驱，稳一波打皆没有问为题。祸因为兮。这一波的话，你没有必要急着去打血线。主攻一个南蛮开出，如果不出意外，还再出一杀，对吧？基本貂蝉这边都可我以崩早已做好了牺牲啊。准备。那边已经啊早已做好牺牲准备，你这 flag 立的哈、啊、有点早哈、啊、有点早。宇那宙么主空攻那边间，的话，再来一个火空攻，间一道，波连斩达成，主要就是巨象这看，边啊连环反复用。有但是一现在啊不能只说完全拿到鸟。胜利的局哦，可以一波属性杀有了之后，马超，可惜了，可惜了。那这样的话，冰凉啊，顾怀肯定是内奸啊，对吧？就冲着这一火杀不闪，主攻都可以判断。郭娘娘，而且本来啊，当然野阵左心已慈也乱，是啊，随一把我好手当内。那么这样的话，主攻回血先回起来，我子们南兵蛮之再战，开呗，再休开，养对吧？就生是这么息。轻松啊。那么南蛮我炸起英来，雄者，最终啊，胸南蛮怀收大敌志，啊，却收敌，将我葬护在在西了凉西凉。啊，宁死不屈啊，这是宁头不死。大胆逆贼，谁可擒之？好，所以第一局的话就是一个巨象阵啊，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后面三局碾弩局，碾弩嘛，这也是常客了，哈哈，大爷常来玩哟，对吧？这就是大爷碾弩哟。那么主视角难瞒啊，这肯定是一把好牌，对吧？开局直接崩一把难瞒开出来，咚咚咚咚咚啊，然后再杀杀杀杀杀哈。所以的话，乌图谷这里啊，大反贼啊，大反贼。那么这一个十五血的大胖球在这边啊，纵刃在即。那么那边的话，忠臣啊，这个打的手牌有点渣渣啊，有点渣渣，红牌不够多啊，红牌可不够多。那么这样的话，强行打了乌图谷，四血这一所反贼啊，反贼主攻上来就被坑。关键他还自己挂了个闪电啊，这让我们怎么保呢？也就靠这个南蛮到时候能不能带节奏了啊，其他你没有办法的。春哥，来吧，加一挂起，锁锁连环，来一发九杀。不过春哥火杀啊，注意啊，这个火杀本来不闪也没事啊，不闪也没事。当然我们肯定要保自己的血性。最后这样的话能出五杀，能万都在手，这一局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啊。日常套路啊，日常套路啊，不叫日常套路啊，日常啊，奇谋，不看看我我是是何何人？人？以你扶还王后他练这成边我吊死，是其何实人？啊，主要是为了冲自己后面那个坠孔去的啊，拼点坠孔去的。那我们就杀庞德，Panda 来吧，呵呵呵呵，年以你度来还了，不容嘿嘿。易？赢也还不容易，再也不来。看看我是所何以这人？个整体打起来的话还是比较轻松的啊。粘土到手之后，还有一个万箭没开，当然考虑整体主要是主攻赢那边你啊，还不主攻容那易？边。哎，那边桃子还在救，也那不么看我们看我有是了何桃人？子嘛，而且有个无懈，肯定可以强保主攻赢啊，你还不不容容易？易。那么关张死得其所啊，给我们吸一下哈。来一排未能拿死来阵啊！仇敌，哎，有也一张不无看看懈，我是何有人？伤好评赢到你手。还不容易？那么最后的话，守卫王后卫，唯以死报仇，再打我八号是位何呗。人？哦，不对啊，这赢说错了，你八还号位不是容忠易？臣啊，应该啊。皇后狗带吧，决斗狗为带，何不救？也对不吧？看看杀春我是哥。何人？那么最后的话，这赢你边还不容四易？反以内都死了，就基本剩下了也不看去看撸我是乌何图人？谷了，大胖啊，大胖。那么这样的话，九杀赢带一你下吸还不血，容易？这来。也不看看我是何人？熊胆！而且这边啊，送他燃啊，送他燃伤。最后即使你这边搞不还死不容他，易？他一也不波看看我直接是何崩人？都崩死了，哈，竟如此崩都大崩业死了。还不容易？五谷丰登拿杀，最后的话那边主攻直接拿逃呗，火攻还可以先打一个啊。当然，战火燃尽，我看看我是我何是何人，人？对吧？再来哈、啊，赢基你本还不就容易？这一局啊，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哎，那边说下一次见到你为什么知道有魏延还不这样搞呢？对吧？对吧？这个没有办法了。最后有一个兵粮啊，即使这边断杀主攻。主公这边觉醒两血，对吧？我们手里还有桃可以我是保，何乌图人？谷能过兵粮三排，有一杀在手，顶多杀主公一血啊，除非他有九杀啊，除非他能摸到九杀。你看孙休这还有这么多桃，所以的话主公怎么都死不了。好，第一局魏延碾弩啊，日常吧。好，下一局日常的哈、啊、老将军五虎上将，啪，小胖继续是小胖主公，那么七号位后卫忠臣。那么这样的话，起手就有顺手和无中。如果碰到粘弩，顺一个直接拿来。那边的话，杀一刀，蔡夫人不掉血。赵云这边没有动啊，没有动。树霸跟主公会不会是啊，一边偏中内一点决斗？但是他这里注意啊，流血的话，在小胖局，我觉得还是可以当忠臣的啊，菜刀嘛，菜刀嘛。反贼，那么但是他这里我可以先标个内啊，先标个内，那边过个栅桥，他这边没有硬上啊，应该是忠臣啊，应该是。那么这一局的将面可能比较偏明朗一点啊，这样的话一中一内已经跳了，后面这边是四反，对吧？本来中会可能会说内奸点一点，但是这一杀啊，这一杀有点奇怪啊。那么就嘿嘿，这里甭要我们顺手，直接拼点拼赵云，那么中砸一下。那么你这里我们就直接不客气了啊，百步穿杨，走，九杀三点啊，注意是三点伤害哈、啊，三点伤害。那么再来一刀，球逃了要啊，手里的话还有一杀啊，还有一杀，当然顺手还没使用。
百步穿杨，来吧，对吧？刘协这个不知道为何打得这么激进啊，他可能看这边两中，然后中会偏内一点，哈，这不知道怎么想的啊。那么直接怒送年奴啊，他说诸葛跳内，啊，那边说他是哪样？这刘协啊，对于身份判断啊，稍微有一点点看不懂。中再来啊，再来百步穿杨啊，他是判断诸葛偏内啊，那个是乐的名的啊，所以的话不太清楚了。那我们再中百步穿杨，这样的话最后这一波啊，这一波应该来说带走了一个强反啊，主要一般不好打的中会，然后蔡夫人这边直接保证主攻这边啊，但是主攻这离线了哈，离线了，尴尬啊。那么赵云的话直接肯定撸树霸了。哎，继续撸的小诸葛，国公过差，你真是内奸吗？你跟我开玩笑呢？天下一半入我手，天下我有。好吧，这一局啊，主要基本就是杀哈，年弩被杀用在了两反身上，后面这边的话应该打起来还算比较轻松，小胖自动出牌，那么九杀强中，哈，强杀赵云。果然是内奸吧？那么这样也好吧，直接保证树霸的行动力。那么这一局到了这个阶段，应该来说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虽然主攻离线，但是这里树霸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啊，相当强的。刚才举报赵云，最后的话百步穿杨，走，再来啊，再来，主攻继续离线啊。好，这一局主要就是这个刘协坑了啊，刘协坑了，一个失误就导致了全盘皆输，所以的话大家有的时候打牌啊还是要慎重一点啊，不要太浪。当然这一局啊，像这一局应该来说这个刘协肯定要背锅的啊。那么像有的时候前卫如果有忠臣装反啊，那种你真是没有办法，对吧？毕竟他装反啊，有的时候而且啊装的如果非常到位，那坑你一波没话说啊，那种真是那种会情有可原。但刚才这一局刘协这个锅啊一定是他背。我们看一下这一局主攻孙笨，我们是一个三号位比较前卫近卫啊，离主攻比较近的忠臣，那么最后选了曹植，曹植这个武将就不多说啊，就是一个九杀，然后落英的一些小扣牌，关键时候呢有一些年弩草花弩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陈普先是四个桃给反贼修一波优越感，最后呢我们这边注意啊，菊花刀是直接弃了啊，直接弃了，因为在这边有国泰陈普空城，所以的话啊这里你这个菊花刀不要轻易挂，所以弃掉，好评啊，好评，意识到位，国泰木马走出反贼嘛，反贼。那么刚才那个是谁还跳了？春哥跳的啊，跳了反，无懈的。蔡文姬往下压顺，最后的话是继续顺刘协反贼啊。刘协的话，那这样的话，其实刘协当中正好好拼了，赤手黄恩啊。那么注意，我们选择掉血，直接翻面回来找输出啊，找输出，问题不算特别大。那么这一局整体突破口先是黄盖，然后蔡姬，最后春哥哈，火攻强打。黄盖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而且这里展示了一张五谷，可能手里没闪，我们到时候可以普杀一刀，倒没有必要一定说要用九杀啊，还是九杀了，我选择了蔡文姬去打了啊，可以吧，有了距离啊，可以啊，而且黄盖那边刚才是有木马啊，蔡文姬啊没有问题吧，九杀。但是刘协现在被冰凉，哦，有无懈啊，场上有无懈，国拆桥一个，借一人足矣，拆刀啊，这个肯定拆刀，刘协的话漂亮，主攻这个无懈留的好评啊，好评啊，好评，直接求逃，最后的话这样四张成擒一波救，春哥出来九路刘协，这样的话主攻还可以再换，关键是落英草花再给出来，好好评了，现在就差弩啊，就差弩。那么过拆火攻有闪，我们九杀肯定是中不到，但是可以利用谁，陈普在这边啊，可以利用陈普在这边去打，好评好评，陈普意识非常到位，
nice 的一个方天，既收人头又送翻面。那么这样的话，无中生有开出来，最后锁锁连环强行火攻一下带走啊。那么这个关键的一个补益，草花奴来了，那么不好意思了，后面就一波推了，就一波推了。本来我刚才想说啊，其实铁锁也可以考虑直接锁锁陈普一波带，但我们这里有了火攻就直接啊骚了反贼，最后关键是直接补一道草弩呢，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吧？那么我们连弩一波推三连斩，轻轻松松啊，轻轻松松。最后的话突流血，这里的话应该来说啊，手牌没有减一码突过去，但是也没有问题。现在整体的话，陈普不太想内，最后是流血主流内奸啊，主流内奸。那么剩下一个春哥其实很难打了，很难打。春哥是有爆发，这个时候关键我们弩子也换掉，你想自己摸弩还是有点难度的。这里只要主中不浪，对吧？春哥你就是呵呵一波打哈。爱卿，惊喜，对吧？你看主公这边啊，各种闪，你春哥啊要这种逆风打啊，还是相当有难度。那我们这一局的话，直接啊神补一个草花落英，来来来，界面撸一半，对吧？撸到弩子一波推，三反一内。好，这是年弩的几局，我们来看秒场吧。先看两局秒主第一局。主公春哥，我们是一个二号位反贼关张，嘿嘿。那么这个应该来说身份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春哥嘛，铁主啊，铁主反。那么春哥上来开五虎，拿到年弩，最后我们是过拆了。你要打我们吗？对吧？要杀我们吗？来吧，顺手摸到一张杀，一刀与我何干？两刀再来，那你不拿过拆就不好意思了。来吧，加一，顺手手牌拿过来，直接九两拍啊！注意，先是觉醒复魂，最后再来两张，所以的话三杀直接带春哥，最后是一套都没有，让你浪，让你留过差啊，让你留过差，你加一装的目的是啥？对吧？过差呀，过差呀，对吧？一个套都没有哈。唯独向阳手上一个九，而且啊，不过甲鱼后卫这个春哥局其实甲鱼没有太多作用啊，春哥这反正有伤势在，你甲鱼想要玩杀很难带的。好，刚才的话这一个小轻松，呵，将门福子他直接带走。我看一下这一局，主公孙笨，我们是一个三号位反贼甲大爷，那么八分钟的局应该来说第一轮肯定是带不走主的啊。那么主公。哎，这一局显示没问题啊，五曲难吗？只有这种程度吗？但是我们这个贾大爷这个骑手手牌也是，哈，够六六六啊，六六六，这种烂牌啊，一波难盘开出来。李如的话看一看，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决斗给了我们，那李如你这要呵呵一波了。哦，郭嘉，哎，还好啊，还好没卖血，三四一哈。表哥的话看来被坑了啊，那我们这里注意续报啊，续报决斗不用杀也没有动李如。哦，说错了，我刚才说错了，我们李如反贼啊，反贼，我还在带入他是忠臣呢，坑爹啊，说错了，说错了啊。那么我们决斗南蛮都留着，现在的话整体就是在这边啊，集火主攻去撸的话，主公现在状态已经不太好了啊，所以的话孙笨局啊，在有甲鱼的情况下或者有大师啊等等的情况下还是要慎重觉醒的，毕竟面对玩杀很蛋疼啊。那么这一局郭嘉再无懈，再无懈，这么多无懈都打出去，那我们这个南蛮可能就要立功了啊，立功了。那边过差来先乱舞一波啊，在这乱世之中，哎，乱舞打一波，轻轻杀，轻轻闪，最后这边两难一绝就有了啊，两难一绝就有了，就这样吧，来吧，对吧？这个南蛮放出来，应该来说意图很明显啊，就是撸主啊，就是撸主。还有呢，而且李如刚才那个决斗已经明送了，现在还有了距离，主公的话这里啊几乎很难活下去啊，几乎很难活下去。
那么这边先杀一刀没有问题啊，没死再来决斗啊。但是这里注意啊，不愧小爸爸，不愧小爸爸，良久，然而一个菊花完美收官。那么这一局的话，我们是秒了啊两中以内一反啊，主攻的话最后是送助攻了一下队友。所以甲鱼啊，一开始续了一个南蛮一个决斗啊，后面再来一个南蛮，轻轻松松啊。好，苗主的局结束，我们看几场苗反，先看大嘴吧。日常大嘴，八号为内奸，主攻狗狗，哎，对吧？狗狗，哎，来一波。那么狗狗的话，我们现在啊，正常打到现在这种，竞争环境非常恶劣啊，你一般大嘴啊，狗狗都不可能给你卖的。你看上来都乐你一波，调戏一个忠臣。其他一些的话，如果跟主公啊配合的话，林统开了 A 啊，应该来说偏中一点，这是反贼没问题。我们由于被乐了，那就直接出杀呗，啊，出杀那边杀一刀，最后那这个南蛮也是有点反贼忠臣。那么马超这个中还可以啊，然而你这样暴露自己的话，后面就不好意思了啊。直接一波被控，所以的话开局这边啊，徐庶这一刀下去干嘛？这是盲狙啊，盲狙。春哥本来应该来说很克主攻啊，你这里打的什么鬼？那么那边感觉这是仇杀仇的也太厉害了，你不完全不考虑大嘴的感受啊，对吧？这我们看着就能人头到手啊。死而复生，生生死死，最后再杀马超的话，现在是拿不到行动力啊。那么乐不思蜀听过一波，不好意思了，嘿嘿，准备犯贱，撸撸撸啊，一血一血一血，对吗？挨个给我倒啊，挨个给我倒，倒一就能倒二。那么这样的话，这一波就不亏了。最后再来啊，再来，受谦退之劫，左慈还有桃。但是这里左慈我们不希望他活下来啊，希望能够射走曹丕，尽量能够带下来。来吧，不带下来我们到时候反正还有的射，哎，好评。那这样撸下来之后，郭拆桥拆八卦哈，就毕竟后期还是比较怕他的。那边去补一个无懈，当然啊，现在的话基本能撸下来就撸呗啊。最后注意啊 ，surprise 一波，马超是反啊，春哥最后对吧，还是终身没问题。那马超这个也太坑爹了啊，太坑爹了哈。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啊，应该是赢了啊，应该是赢了，轻轻松松啊，轻轻松松。本来一个 low 宿主应该来说啊，反贼啊，没问题啊。结果春哥那边打工一波哈，其他人马超又坑爹的啊，坑了自己。所以的话，最后我们这边大嘴捡便宜了啊！老天给你机会，那你就要把握住啊，把握住。好，下一局，下一局的话，四号为忠臣，远卫主攻啊。那这个神钟哈，葛优神钟无需多说，葛优哎，秃子啊，葛秃子。那么这样的话，主攻曹丕，除了这个的话，女萌偏内奸一点，其他那边。敬畏庞德，这里忠诚了。那么这一局可能身份啊都比较明显了，速八反贼吗？反贼啊，直接拆一个，岂能逆天而为？那么直接挂起，最后的话就杀起来呗。最后来啊，算无一策，你们无懈，敢怎么用？嗨，对吧？那这样的话，开局先来一个 A O E 爽一爽。那么最后郭嘉的话，看看是不是忠诚啊？还有给了主攻啊。给了主攻不给我们，应该给个杀就漂亮了。然后这里的话，这一个 AOE 直接让树霸翻命啊，肯定是完全限制住他的能力，好评的。女萌克己为下一波做准备，左慈杀一刀下家绝情啊，好技能啊，好技能。然而有闪啊，你是看不到。那么这一局的话，下一把啊，应该来说尽量还两杀一闪，一杀一闪是最好的模式，杀一刀再开一个 AOE， 对吧？这屯田你就让他屯呗，这有啥改的必要？反正他又不能哈，只能当距离啊，只能当距离，又不能觉醒。大勇若怯，大智如愚哈。南蛮，
再杀一刀。乱世豪杰，当有开天辟地的气概。那边无懈啊，无懈给一波。那么，但是庞德出来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除非你一刀九杀，撸掉锦衣，对吧？强中主攻，这还有点机会。然而的话，哦，这么多牌都给了主公，难道这几个意思你不分点给别人？我觉得司马偏内一点啊，偏内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这是反贼吧？司马都没改啊，这肯定是内奸吧？最后他去杀人啊，还动反贼，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南蛮先带一个国家，安心去吧啊，安心去吧。要死对吧？明的两个 AOE 啊，明的两个 AOE。主公翻我们吧，对吧？直接刷牌啊，直接刷牌。无中生有，但是这个桃子略微有点尴尬啊。南蛮啊，南蛮。不过这里啊，我们先南主公在开盾的吧，开嘴盾的啊。再翻，你反馈你不拿年奴，对吧？你反馈不拿年奴。不过啊，这里的话，其实内奸很难打，很难打，对吧？他不让葛优行动，那最后的话，主公可能都要跪。来，接着杀，对吧？所以你司马啊，反馈不拿年奴，不知道怎么想的。来，挨个带走，火攻再烧啊，再烧。所以葛优的话，在曹丕局啊，当忠臣相当给力啊。真是皇上，是皇上，是皇上啊！那么再来，无懈杀一刀，只能闪了，不闪也得闪，一波六连斩，全盘带走啊！全盘带走。就到这里了吗？亲历魏国，算无一次啊！好，这一局葛优，下一局，下一局的话，主攻曹丕哈。那么应该来说，我们选了一个农民中，我更加倾向于啊，大家注意看一下血浆框里面，所以这个血浆里面啊，刘协啊，刘协更好，夏侯渊也可以，农民反而有点慢，皇后也不错，哎，这三个人应该来说啊，曹彰菜刀但是有点慢啊，整体，对吧？农民呢有一个屯田宋威小配合，嗯，但是整体我觉得不如夏侯渊，对吧？你回合结束，如果前面两刀带，前面两刀可以带反贼，最后一刀跳过弃牌，直接杀主，玩一个配合再翻过来，然后三排的过牌又为下一轮输出做准备。皇后就不用多说，这个反正跟葛优性质类似，不过觉醒的稍微有点慢。刘协的话，那个就是对吧？进能输出，退能放逐，给主公嘛，就这么简单。好，那么看一下这一局，曹左慈这里应该是忠臣啊，应该是忠臣，小乔应该也偏忠一点。那么我们这里应该来说，左慈更加内奸一点啊，更加内奸一点。那么这里最后，但是蔡文姬这边并没有去悲歌，这是几个意思啊？这身份有问题吧？小乔乱弹呢，乱弹乔，国家。对吧？这是反贼啊！搜索，主公打了无懈，保自己一波啊！那最后黄忠的话还是被乐中，是就是反贼。那么这一局啊，我们手里三刀在手，有点溜啊，有点溜。现在名册，哎，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就杀出一刀，杀出一刀，怕啥？对吧？这个时候桃子去救也不太对啊，也不太对。当然我们就是为了觉醒是不惜一切代价啊，有点亏我觉得啊。你刚才应该来说明测你，你直接出杀就行了。那么这里的话，那边开出大招，开出大招，左慈被控，再强行各掉一血，体力流失啊，注意这是体力流失。那边还在强救，那我们桃子继续救起，要的就是屯田觉醒，就是这么简单。刚才一波啊，都宫颈琴魔，哎，诸葛琴魔啊，这里是宫颈琴魔，桃子再救、啊、一统江山。那么都督的话，哦，曹丕直接各种无懈啊，最后是保住不让动，杀一刀送人头吧，嘿嘿，坑爹啊，坑爹。那么先偷啊，先偷，
最后的话，但是这里啊，这里的话就是最后啊，神奇一瞬来了年弩，哎，所以的话这个瞬息万变就在这里啊。那么再顺手转羊录一张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再来火攻打一下哈，火攻打一下，结果还有一逃。那我们是强开难埋，主攻曹丕，但是我们这里其实手牌稍微有一点尴尬啊，有点尴尬，还好那个集齐都用出去了吧。新转筹，那么反贼啊带走小乔的话，最后的话就挂上粘土突突突呗，即使断肠又如何，照样打你哈，翻身无悔啊，来吧，一刀，最后撸小乔啊，撸小乔。那么这样的话直接啊，没有必要砍主啊，你这个刷牌没有意义啊，你即使刷到多少刷，你这样的话导致主攻最后啊还会升移，对吧，这没有必要的啊，没有必要。那这样的话应该来说你就刚才像那人一杀，一逃一杀一无懈，留着一逃保主，一杀撸左慈就行了。事先知道飘渺莫测，神光无意，先例不绝，主攻直接突了啊，直接突了。好吧，这一局主要就是强行各种求觉醒啊，甚至救了神州鱼，但是有一波那个名册没杀他，其实有点可惜的啊，有点可惜的，该杀还是要录啊，不要留着他作妖啊。不过呢说老实话，这一局留着都督啊反而控了一下内奸的血线，这是意外收获啊。好，下一局过娘娘啊，主视角。那么主公孙笨这一局的话这是秒反，主公孙笨我们这边啊，这是最近的那个啊暑假特殊玩法啊，特殊身份，我们不是贼手。那么主公的话刚才也有局啊，刚才有一局也是特殊身份，这里啊直接两张无懈给出去，六六六啊，何罪之有，打表哥气一波，表哥更加偏内一点，魏延更加偏中，而且开局就没有动，马超远位决斗反贼啊，这边是反贼队友无懈各种，但是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无懈有点浪费了，这么多无懈都打出去啊，就为了保一血，何苦呢，何苦呢，最后天意拼点再来，对吧，就耗你手牌，就耗你手牌。那么最后的话这边还有反贼，那么这一局主攻想要觉醒去打的话还是比较难的，教主直接啊墙上粘弩控你凉血，好评啊，对吧，让你就囤不了牌，你有啥办法。那么现在的话整体就是去打徐盛啊，你没有别的招啊，破拆桥可以控一下魏延没有问题啊，对吧，你魏延手牌肯定要防他爆发，那么我们现在啊被包围在主中的包围圈里了，其实有点小尴尬，顺手送出，最后大表哥出来行动吧，你不行动这怎么打啊，国山桥还拆加一，这内奸控的啊是为了人亡保自己啊，这是不择手段。但是也还好没有动魏延的血线啊，应该来说没问题，但是这魏延迟迟不动算怎么回事，手里杀不够，请助我一臂之力。好，那边的话再刚一下徐盛啊，呵呵，顺手无懈杀一刀，就是控你凉血不让你翻身， 你想咋地，对吧。那么这里的话主公有关心啊，可以关三张，顺手撸一下九杀强打，好，铁锁带了一步啊。那么我们这里的话直接杀一刀徐盛，最后南蛮强开。那么其实这里南蛮强开的话有点风险啊，就是看教主卖不卖，教主如果卖出来还有收益，对吧，但是这个南蛮如果要再开就危险了，主公就离觉醒一步之遥啊，一步之遥，所以的话还有一个南蛮就直接稳在这儿。当然啊现在这个局面你像魏延他完全有机会啊，完全有机会，对吧，大梨子这边崩吧，再不崩就没机会了，这样的话单杀决斗先骚一下应该来说没必要救了，放弃啊，放弃。结果呢内奸在这边搅屎，这就没有办法了啊，内奸救了反贼没救，内奸跑过去救了哈，他这里怕魏延一波
强打输出啊爆发，那么那边再杀魏延，整体的话这一局主攻这个时候杀大理子我们肯定要救了，肯定要救，这个人都不能丢啊，不能丢，关键是你这救下来之后南蛮一个刚才一把的续包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收队友强行开出去，然后的话这样的话就要强打主攻啊，强打主攻，南蛮续报两中马带走一反三连斩，最后的话手牌不过硬啊，再杀一刀主攻，强杀一刀，结果主攻就这么死了，就这么死了，轻轻松松，这主攻也太渣了，手牌都不知道是啥啊！啊，这是想的什么鬼啊？这不应该啊，不应该啊！不过马超那边，哦哟，好。好虎的牌啊，好虎的牌，大表哥三九，但是没粘弩，但是即使啊主攻他不闪啊，我们那边马超应该也能带走啊。好，下一局，下一局作为内奸五号位啊，主攻大嘴，那么我们这边选将啊，其实这边看一看啊，这里我想说一下选将，大嘴的话整体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作为内奸的话其实啊这里作为内奸其实都有点危险啊，都有点危险，然后最安全的可能是董方的八血，夏侯渊这个容易被击破的没有必要，那么最后的话我们这边啊曹睿还有点防御，但是呢偏辅助，你最后去打的话也有点难，那么最后这边啊选择的是皇后，皇后的话就赌你主攻呢没有配合，那我们就能轻松觉醒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场上确实也没有苟货，没有曹丕之类的，也没有小乔啊天香，也没有郭庞啊是非的配合，所以这一局我们很有机会，很有机会，主攻方两个 AOE 场上基本血线就压下去对吧，关键两个 AOE 你皇后这边直接觉醒，所以这一局啊我们身份选的没有问题啊，很好评啊，很不错的觉醒机会，司马这边，所以整场的反贼啊，反贼反贼反贼，这一看就能看到三反，小诸葛应该来说也偏反一点，毕竟啊他那个无懈如果有卖血流无懈可以打出来啊对吧，任你怎么去卖血都卖不到那么我们现在尴尬的就在于啊自己只能找别人去啊声明了，没有完全觉醒状态国债桥嘛反贼嘛对吧，刚才这应该来说这四个很有可能偏反的，搜索连环身份都是比较明朗，曹老板无中生有来杀我们一刀吧，解锁对吧，忠诚借刀杀人，那我们的话可以吃一桃续万剑，闪无懈万剑续着青龙挂起，可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改善的什么鬼，扔加一，大哥你这跟我开玩笑吗，那我们还是开了万剑啊，还是开了万剑，这样万剑的话整体就是希望曹老板到时候去打工了，来这里曹老板太不给力了，这就给了个桃，这算个啥，哦，最后小诸葛这边却是忠诚了，反贼啊反贼，那么现在的话反贼应该来说还是可以打的，国泰补益，大咪咪这边的话各种资粮回血对吧，所以的话两个奶妈一个防御在这边，这一局啊应该来说主中还是有压力的啊，有压力，但是我们就求一个觉醒曹老板这个乐不思蜀我们到时候要想办法无懈啊，或者说大嘴啊，或者嘿嘿南蛮放的差评了，这个南蛮坑爹啊，这绝对是坑爹的一个南蛮，这个不用多讲，那我们赶紧求觉醒啊，赶紧求觉醒，还有个南蛮不放了，哎那你这个南蛮啊坑爹坑爹，过拆桥，哎一逃拆掉，好评哈，好评，这样的话免得我们到时候控不了忠诚啊好，现在场上的话乐不思蜀哎想把它放出来，结果想让它放出来我们这样的话又可以利用它打工一波，那么直接过河拆桥拆木马不让它留杀一刀啊，最后的话也就是这样了，也就是这样了，觉醒是觉醒了，但是还差一步啊，还差一步现在呢两边都撸得比较疼啊，都比较疼，那边杀主我们又带一些摸桃 nice， 所以啊这个一旦完全觉醒之后啊担心的小过牌还是有的一看的哈，有点小看点的，
这一张过牌有的时候就是关键的啊，逃啊或者是输出牌啊，就是让你另眼相看。不过现在这个局面哦，主公这边就一牌两血啊，有点蛋疼，主公可能还要弃牌了。哎，有酒可以，有酒 nice 啊 nice。 那这样的话司马顺手拽羊撸一下，不过场上啊曹操这边顺手拽羊拿手牌可以啊，杀一刀主，这样的话逼的啊曹老板到时候有，刚才是 AOE 有没有弃掉啊，啊没有，刚才没有盯着他看。哦，桃子吃起，最后摸牌 AOE 不敢开，哎呦，万箭还是留在手里的。那么我们就肯定强开了，万箭这是一放一个倒啊，一放一个倒没有问题。你说桃无懈肯定是要保主啊，尽量无懈保主啊，尽量无懈保主。你桃子的话肯定是你一旦啊收了人头之后，如果没能撸下来桃子的话，在这边哎还可以保自己血性带走，哎带走轻松了啊。那么杀下去这个没有别的选择啊，你只能杀反啊，杀反。那么收一刀决斗再收，最后的话过河拆桥，这样也就这样了，一波小粘斩啊，一波小粘斩。那么最后的话其实满血状态曹老板在这儿哈，不过我们是一个白板啊，这个比较疼的事情，勒布斯叔肯定解掉杀一刀，结果闪了。那么现在的话就看命了，其实哦哟，这一个这一下蛋疼了，这一下蛋疼了。那么曹老板杀一火攻一下，那么只要不断杀好评啊，好评。那这样的话收走曹老板，挂起藤甲防灌石，挂起灯甲防灌石，而且的话大嘴的突突突，对吧？我们也不虚，一刀直接啪啪，有酒啊，有酒。最后的话，他这边啊有一个八卦，那我们继续吃桃呗，加一挂起，防止顺手。现在的话应该来说，大嘴，哎呦，他也有藤甲了。那么冰凉控吧，现在只能说。这个看命啊，看命，真的说谁能赢谁能输这个很难讲，两个人都同时过牌嘛，对吧？我们血性有优势一点，杀一刀哈，最后终究还是啊天平啊倾斜在我们这边啊，最后妾身定位我大卫鞠躬尽瘁。所以皇后的话觉醒之后还是很强的啊，即使吃菜了呵呵，险胜吧，险胜。好，最后一局，最后一局铁锁局，闪电局，来主攻曹丕。曹丕这里的话，一号位无中生有开出啊，挂起八卦，那么加一挂起其实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旁边你比如说二号位是个香香，这加一可能到时候有点啊有点蛋疼了。那么那边的话虞姬上来就跳反啊，一个无懈打出，大师本来就偏反的一个武将，黄冲这边木马没有动，张八也没浪拍，赵云的话是直接跳中九雷骚，结果骚不到啊，骚不到。那么这一局比较蛋疼的点比较多啊，主中想要赢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就看大师是中还是反。哦，没有耗时给赵云，最后还过拆，就是反贼啊。那么会换我们的手牌吗？并没有啊，并没有，因为就差一张牌啊，换的话得不偿失。这个顺手，哎哎，直接缠怨倒了，有点坑了啊，有点坑了。现在整个的大师恶心，虞姬恶心啊，这两个最恶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全从，全从的话一般般，还不算特别虚，但是 AOE 开出来我们可以控场一下啊。那么现在这一局的希望啊，就希望又在黄忠身上，就靠他一击啊带娘血啊，就一击带娘血。其实他不该杀虞姬啊，你杀一下全从都可以，对吧？虞姬那三血，黄忠这明的娘血带出啊。但我如何以无用之力换己所需？继续蛊惑无懈。那么这里的话无懈就不管他呗。那么桃子落到了大师手上，一个闪，这样的话直接过拆桥，这个手牌拆的差评啊，这应该来说你拆个其他的都行啊，对吧？
人王盾啊，都行啊，这毕竟青苔有距离可以打。小将之小儿，无胆先站稳。你拆到桃子的概率还是比较偏低的啊。那么现在流氓南蛮开出，这里应该来说继续放逐，不过放逐这边啊，放逐虞姬可能也不太好啊。放逐姜维的话，这里打得稍微有点保守了。那么现在这一局注意啊，铁锁啊，八年环，这里的山东十八弯啊，就是这个感觉啊，一条城上的蚂蚱了。哎呦，新材解锁，烫四方。那么过拆桥，拆人王啊！现在反贼其实要想办法把这个铁锁给解掉啊！你们不解这个铁锁，后面日子会很难过的啊，会很难过。全从来吧，八卦挂起，最后的话杀一刀。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感悟圣心。哎呦，黄忠啊，刚才赵云来吧，轰轰轰轰轰！国家桥，你看啊，这里浪啊，他还不去拆闪电啊，还不去拆闪电。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啊，那么会有 surprise 啊。纵使困顿难行，来吧，轰一下，砥砺奋进，咚咚咚咚咚咚，这要猜吧，要猜吧，肯定要猜啊，对吧？嘿嘿，让你浪啊，让你浪，这一浪浪死了三番啊，浪死了三番，对吧？这个本来应该来说在这边啊，有大师有虞姬，很恶心的、啊、你姜维还有一条命，刚才那拆不去拆闪电啊，拆着去拆拆什么黄忠，这你不是浪啊，你不死谁死？所以啊，这种优势局一定要把这种牌啊给控好啊，给控好。这一局应该来说坑在姜维这边哦，最后投降了啊，投降了。不要啊，不要跟老天去赌命啊！你跟老天赌命，老天就让你失命啊，丢命啊！好吧，今天的这个武器军人娱乐就到这里吧，最后就没有别的可说啊！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娱乐。